来到了日本京都第二集，一开始就要带大家去京都非常超级著名的必去旅游景点，那就是稻荷大社啦。来京都不去伊那里就等于是白来京都了吼，而且最重要的是不用入门票哦，哈哈哈哈。爬到制高点可以俯视美丽的京都，全程大约一个小时徒步的时间。接着我们来到这个叫做梅花大社的地方啦，你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来日本看的是梅花而不是樱花呢？唉，想到就悲哀，这个时候樱花姐姐还在睡眠当中啊，没有樱花看，所以我们就找了梅花来取代樱花啦，但是梅花的风采也不输樱花呢。肚子饿了，肚子饿了，熊熊要介绍大家这一间在日本很特殊的拉面店。一兰拉面的最大特点就是客人可以享有自己的私人空间。如果你今天没人约，但又害怕自己一个人去外面吃晚餐会很尴尬的话，那一兰拉面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。哎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我们在京都的最后一个景点了。这里也是京都必来景点之一，二连板、三连板。但是那人潮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来迟啦。知道龙猫的大家，我们都老了。Oh my god！ 我们找到了这家绿茶专卖店，只要是绿茶能弄出来的东西，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哦。冰淇淋啊，绿茶冰沙啊，甜饼等等，但价格不便宜哦。二连板、三连板的尽头就是著名的清水寺啦，但是要爬上来这里真的不简单。首先人超多，其次很多阶梯，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已经在那边气喘呼呼啦。建议大家来这里的时候不要携带过多的用品。对了对了，忘记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在日本吃的唯一一次抹茶冰淇淋哦。为什么是唯一一次呢？因为这里的冰淇淋实在是太贵了，但是无可否认好好吃哦。